公司是成立于2003年，那截至目前已经有17年的时间。那我们主要是做电机自动化控制的一个设计制作，还有现场运转测试的部分。一开始导入的时候，跟我们设定的目标就是要减少那个绘图的工时嘛。然后减少那个绘图跟材料这一方面的那个错误。那一开始刚导入的时候，可能我们要花的甚至是更多的时间。那渐渐成熟之后呢，那就可以把在设计上面的工时减少下来，那在一些准确率就会提升，然后错误率降低。买了这个软体之后，不像说买一部车子，买一部车子可能交给你的钥匙就会开了。我们这个一般的这个软体就好像是买一台直升机或是一台飞机，那你必须还要再经过学习跟受训之后，才能够上的那个驾驶台。因为最近有接触到中钢 SCR 这个案例，那如果像这种连线方式，如果用我们之前用 PET 的方式来呈现，可能画出来的页数可能会超过100、200甚至或更多。假如说客户再改一个地方，那你下次再改，可能我光是要找那个修改的部分，我可能就要花上半天或是一整天的时间来找一个地方。那因为现在是有一本人的关系，因为现在有把设备把它分开来，那像这些的话，如果说他们只要修改一个地方，或是假如说他们要修改一个轴心，他只要把他要改的地方跟我讲，那我就是朝那个方向来找，因为我已经有那个分类结构出来，那我就是从那个地方去找。那像这样的话，一找马上就可以找得到说他的问题点是在哪边，那我就是针对那个问题点再去做修改。一开始使用的时候，觉得 ePlan 把画图这个工作复杂化了。那但是后来深入了解，才知道说，我们必须先把符号，然后图纸结构化、标准化，这样才会跟模组化，才会让 ePlan 在设计上更简便、更快速，然后降低错误。ePlan 是符合国际标准化的设计软体，千万不要把ePlan 当成只是绘图软体使用。ePlan, efficient engineering.